哎呦，哎呦，哎哦，拉手拉手，还是下午。大家下午好，我是 Jesslyn。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完那个许若豆的这个许若豆的这个免疫维生素的这个免疫维生素的产品之后，就刚好遇见了Richard 哦，他是我们这个许若豆产品的兼任，所以呢，我们来让他自我介绍，谈谈一下他过去的问题是什么哈。大家下午好，我是 Richard。我一向来呢都是有那个身体超级的，就是很过敏。几时开始有这个问题的？其实这个问题很久很久了。大概几年了？应该是在两年前，两三年前了。两三年前很久。对。不过你在这之前有这个问题吗？有。就是小时候没有。小时候是没有的。这样它是食物敏感嘞，灰尘敏感嘞，还是说啊，我们的 Founder 学生 ？Hello Founder 你好。你是之前是发现到是什么问题，吃的问题才会敏感？我这个呢，其实吃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时会觉得我会有这样的问题，是我感到压力，然后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有，然后有一个是很有给我发现到这个问题的，就是那个气候转变的时候。在气候转变的时候，这个很难去避免的哦。对，我还记得情绪也是很难避免的哦。情绪对，然后最让我痛苦的，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从霍盖多回来的时候，就是2018年的十月份秋天。对，十月份秋天，那时候很冷，很冷，很冷。回来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我的问题是没有发作。嗯，那个飞机一到 KL 的时候。冷变热，一下子气候上的。对，我的嘴巴呢就已经是骂云穷，我相信很多主演都可以看到。我们让他开给大家看哦，因为Richard 本身是比较爱美的男生哈、哦，对他来讲那个嘴巴哦一发敏感哈、哦，真的是很恐怖，成个骂云穷的梦哦。我开大给大家看看，哦，当时他的嘴巴哈、哦、是又干哦，又干又痒。你很想去抓它，可是你不能抓它的。你一嘴巴痒，对，还是这边，整个surround了我们的嘴巴，真的超级的辛苦的。很痒，然后很辣，你好像在吃这辣椒这样，可是你不觉得是吃辣椒，它是很痒啊，你很想抓它，可是没有办法。OK， 然后它这个状况是一到飞机场就有，一到飞机场就有， okay. 然后刚好回来是十月尾。然后就在应该我吃这个是有过了一个月，吃许罗豆一个月啊，许罗豆吃一个月，慢慢推，真的慢慢推。在吃的期间一两天、三四天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现象？它干掉，干掉啊，干掉。然后它它没有这么痒，真的让我觉得它不是要去抓它。真的，它减少我的痛苦有70%，真的70%。不过它还是红、啊。还红，还有一样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哦。哦，他 Richard 的意思是说，他一开始吃许罗豆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敏感没有了的。不过他减少了瘙痒，减少了那个肿的现象，只是还有红。还有这个是很夸张的，我的手会爆到这样的。这是你的手，我的手哎，它裂开，流血了，流血，对，裂开流血，啊，哎呦，真的是裂开流血，还有一张，对，很痛的，起初你用到水洗脸，它都是在痛的，洗 cleanser 更痛，对，洗肥皂更痛，对，所以我根本不能，你看两个手，这个是另一两边的手都肿到这样。鲜少有人干在这个部分的哈，很奇怪。通常干在手指头、手指尾的嘛。手指尾也有。也有啦。那、可是我吃了它的干掉很多，你看它脱皮的 before 对 before。哦，然后吃了许罗豆之后啦。啊。哦。好到70%。是，但是它整个过程完全好转是大概一个月。一个月里面对。啊，所以一天你大概吃几包呢？我是很夸张，我早上两包，晚上两包。哦，那有喝多多水了哈。有喝多多的水。当然，我们也要尽量控制情绪了。对对，
啊，情绪要控制，对。只是一边吃，然后轮轮吃也不行哦，你也是有借口吧？我有借口。可是，如果说在那个饮食方面呢，一向来我是照样的吃了。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不知道有些东西是真的是不可以吃的，我们是过量吃了，变成这样。现在四岁了，要谢谢像宝德找到。真的，宝德，谢谢你耶，真的让我有得救耶。你以前有做过什么治疗吗？其实没有做过什么治疗，看医生查药，有看医生，可是我就是去看医生，可是他就是给我类固醇的东西，叫我，甚至他叫我吃那个 steroid 一粒一粒的，他说你这样的健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治疗，只有 steroid 控制我们自己的免疫，可是我们有可能一向来都有那个健康的引导师，可是我没有吃。哦，没有吃，所以他才会连续两年都是好转又来。对，好转又来。敏感的时候感觉是如何的？你这样爱美。敏感的时候我就很想躲在家，又不想见人。真的，那个嘴巴，人家一看到就是那个嘴巴很厚啊，那个嘴巴很厚，就好像那个香肠这样，就不想出去咯，情绪也是很的不好。是。我记得 Richard 当时嘴巴肿住这样的时候，他去上 Brand Ambassador Seminar 是一直用手遮住嘴巴，一直用那个 mask 来盖住，又热又难受啊。对，因为嘴巴是接触了那里讲话嘛，然后人家一直看着你嘴巴，注视着你的嘴巴，对，这么僵，人家是没有注意你，可是我们不好受啊，真的不好受，尤其有时中到手上，你也会脱皮的时候，你也是。很不好意思，对，不敢跟人家说 hand， 会很辛苦了。所以我很希望这个产品帮到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的人，必须要吃，必须要试。对，因为那一天我在听宝的分享他自己的手的时候，我在自己在想，真的这个问题来哦，无时无刻的。你的情绪啊，你的压力啊，然后空气啊，就是一来了就很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会有这个问题，不妨真的不是不妨啊，必须要吃。Why not？ 啊，一定要，一定要，对，一定要。Very good, very good. 好，谢谢我们 Richard 的分享哈。所以我也了解了，当手烂烂的时候要跟人家握个手都不太好意思，怕人家误解我们是没有礼貌哈。所以像有同样问题的人，许罗多真的可以帮到大家，想尽办法哈，让自己真的是赶快找到这许罗多的这个资讯，好好的服用。所以祝福大家这个新年可以健健康康。对，我也是很高兴在 before 新年有这么棒的产品帮到我这个问题。好，又有哦，就有一样东西。那天我去听那个博士讲，会有生头发，头发有长了没有？有 baby hair 一点了。哦，太好了，自学了都。在这边真的要谢谢宝的，好，谢谢宝的，感恩感恩，谢谢鼻，谢谢学生以及这样好的产品，让所有敏感的人、爱美的人又敏感又很难受的人，可以尽快在新年的时候可以减缓那个过敏的那个反应，大家都可以美美开开心心，心里边有这样多的压力，去快乐过新年。对，我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拜拜。